像刚刚我们说到了，我们了解到了他的其他各自预计会在近期都会入最晚的时候的到站会在29号抵达。在这个主办方呢已经提醒各俱乐部近期不要安排球队和球员赴国内中高风险地区，以免给球队带来进驻赛区麻烦。我们值得注意到的是，开赛方案呢是以18支球队参加新赛季中超联赛为内容的，但是在今天上午的重庆两江竞技俱乐部正式宣布解散并退出中超，是以17队安排赛制，还是说由中甲球队进行参赛？其实新赛季的中超联赛它的赛程依然是存在变数的。好的，张文。王守一枝三香，说得好。装修后多久住新家？三棵树，马上8小时定位。装修，三棵树，北京2022年冬奥会官方涂料独家供应商。